我跟你讲，你跟我绝对不是亲兄妹。啊，你做这卖无嘛？我今仔才想到。哎呀，我今仔要去讨番外公，我若甲问的话，万不利代志，若是咱想的这么贵，要安怎？哦，那是心情无好，那要离开咱国家嘛，要不要啊？要不安尼是，从今仔要往个讨番外公。这去就是数个月时间，要无你背叛我，送我一条。我想讲我背叛你，我怎么当出国啊？我知影，今仔出国这么麻烦，要隔离14天。是，我是都有去过。